来了，今天要点什么呀？我要一包小桃子。小桃子呀，小桃子，等一下我给你拿。那我要一毛巾、辣条、辣片。辣片，辣片自己拿去吧。老板，我来帮你讲吧。来了，今天要点什么呀？我要一包加辣糖肉辣片。糖葱肉辣片，糖肉辣片一包两片，自己拿吧。老板，我要一个小蛋糕。小蛋糕。五毛一盒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。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。老板，我要一。妈，怎么又不在家？老板给我拿包翠乌梅，今天自己拿。老板，我要你的辣条掉了。糖肉自己拿。莲是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伴随。来，给你小桃子。老板，这个我拿吧。哎，我就两毛钱。回来，回来。来，这个给你，谢谢老板。毛钱的糖葱肉，在那边自己拿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子，带来远处的激发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日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在那一夜。老板要了两根辣条，一包小螃蟹。童年是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伴随。这一包多。给你的瓜子。老板再要剥皮蛋。给你，要自己拿吗？老板，你这有没有像青蛙一样的棒棒糖呀？像小螃蟹，一共多少钱呀？一共八毛。你就
时光难倒回，给你钱，来给你小螃蟹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这给我拿一个小勺子，来自己挑一个吧。给你家老板，正好三毛啊。还要点什么呀？那再给我拿包乌龟粉吧。一共三毛，自己拿吧。老板，这要包小桃子，谁那吗？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。某年特干为这个绿路呗，到巴罗那地面路没呢，看啥牛人的，没路没家奶。青蛙一样的棒棒糖，来，你看是不是这样的？咦，就是这个。老板多少钱啊？这个5毛钱一包。